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南沙群岛珊瑚礁系统和岛礁周边的海洋环境。中方发布的报告清楚表明，导致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主要因素是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及其相关联的活动，这是基于客观事实和科学调查得出的结论。中方要求菲方撤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避免持续破坏仁爱礁生态环境。